我的理智呢战胜了我的欲望，所以呢，我才能够呢这样子哈、哦，比较呢服太这样。那曾子就说呢，哈、哦，怎么了呢？为什么呢？何谓也？子夏他就说呢，吾入见先王之意，则容之；出见富贵之乐，又容之。二者暂于胸中，未知胜负，故取。今先王之意甚，故匪。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子夏呢，他就回答曾子啊，他说，因为呢，我刚跟老师呢学习先王的这些道义、圣贤的真理的时候，我觉得呢，哇，这个道呢非常的好，非常的珍贵，好、哦，所以呢，我很高兴、很乐意的要来学习。但是呢，我离开了老师的，好、哦，老师上课之后呢，我回家去，到了这个社会上，看到了人家享受的这个荣华富贵的快乐。我当一个高官啊，能够有享不尽的这些荣华富贵，我心中呢也非常的羡慕，所以我也想要呢去追求，所以呢礼遇呢就怎样就交战了，对，好、哦，到底是追求老师的道、圣贤的道比较好呢，还是呢来追求这些荣华富贵呢？那因为这样子啊，礼遇交战，所以让我呢也非常的好、哦、踌躇啊。非常的焦虑，所以那时候呢，哦，就瘦瘦的这样。但是呢，现在我想通了，哦，经过老师呢的教导之后，让我知道这些欲望哈、哦，这些物质、这些名利、这些官位都是短暂的，圣贤之道呢才是永久的。所以呢，这个礼欲哈、哦，这个欲望啊，理智呢战胜了欲望。所以呢，先王之义甚，故匪。我现在知道了，追求呢，吼，先王之道、圣贤之道，这个对我来讲呢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。所以呢，吼，我的心中呢，来研究、探讨这些道义，让我呢法喜充满，所以我就很快乐，吼，心中就很快乐，所以呢，就心广体盘啊，吼，就呢胖了这样。所以呢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其实都是会这样的，好、哦，会礼遇交战的这些过程。那有一种说法呢，说哈、哦，这个主角呢是闵子骞，但是不管是哪一位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只要呢用心的学习呢圣贤之道，这样子的话，就能够呢真正的好、哦、来呢，来享受呢这样子的快乐，悟道的这种快乐。自然能够呢，心广体盘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所谓的知足呢，就能够常乐。那如果贪求的话呢，吼、哦、就会痛苦。那曾子呢，他也曾经呢这样子告诉我们呐、啊，好、哦，他说呢，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；或悖而入者呢，亦悖而出。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如果用违背情理的这个话呢，去指责别人的话，那别人呢，也会用这种呢违背常理的话来呢回报你。好，如果我们用违背情理的这个手法呢，去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这些财货，那这些财货一样的，也会呢不合情理的就这样失去了。好，所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啊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哦，如果是呢，合乎义理来得到的，那就是永永久久长存的。那如果是违背义理呢，来得到的，怎么来，就是会再怎么去的。哦，所以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能够来了解，其实哦，如果能够知足常乐，能够安贫乐道的话，这样子。哦，就能够呢，不断的向圣贤的境界，一步一步的来提升。好，那有这样子的话，就这么说啊，说有云呢，吼，富莫富于序道德，贵莫贵于呢为圣贤，贫莫贫于呢为文道，贱莫贱于呢不知耻。好，所以说呢。
最高的这个富有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培训这个道德，好，培养道德。因为有钱的有形的钱财，别人是抢得去的，好，小偷偷的走啊，强盗抢的走啊，甚至水火风啊都抢得走。所以呢，是跟这些共有的，不是呢真正属于我们的。但是道德呢，它是无形的财富，别人要抢也抢不走的。这些无形的财富留给子孙，就能够庇荫子孙呢更贤孝。那如果留财给子孙呢，子孙如果居得住，保留得住，那也很好啊。但是如果居不住，保留不住的话怎么办呢？反而呢又增加了一些的不好的因果啊。所以由此我们可以了解，用无形的财富，就是呢这个德气来庇佑子孙，这是最好的。那贵呢，莫贵于为圣贤。最有贵气的是什么呢？是圣贤的这些品德规范。当然啦，一般人认为说啊，在世为官就算很这个地位也非常的贵气呀。但是呢，在世为官的时间多久呢？顶多也是呢几年的时间呐、几十年的时间呐、但是圣贤呢，却是呢千秋万世。所以贫呢，莫过于呢未闻道；贱呢，莫过于呢不知耻。所以由此我们可以了解，孔老夫子呢，他一生追求的是生命层次，升华的这个方面，而且淡泊名利，专心的致意于呢道德的修养。所以呢，德气美名流逝，受到后人的尊敬。圣贤先佛呢，我们看他们在世的时候，一无所有；但是成道之后呢，无所不有。后世的人对他的尊敬，盖庙宇，立金身，所以这些呢，都是后代人呢对他们的敬仰。就像孔老夫子呢，他的德气也庇佑了后代七十几代的这些子孙，永远受到人家的尊敬。而且呢，世代呢被封为呢衍圣公，这是呢至高无上的这些光荣。所以呢，由此我们就可以了解啊，人爵哪有天爵贵，功名焉有道名高。追求一生到最后剩下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希望我们都能够呢真正的来成就呢圣贤之德。虽然安贫乐道比较辛苦，但是成就的精神层面却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效法呢圣贤的脚步，淡泊名利，然后能够做更多呢有利众生，为自己呢培养德气的这些事情。那感谢呢大家，谢谢。